而 Kathy 同排舞师麦秋成结婚之后，生咗宝贝女女麦 QQ， 一家三口生活幸福美满。汤儿呢日出席代言活动，接受我哋专访，分享今次同老公麦秋成同埋女女一家人一齐拍广告嘅感受。Kathy 又同大家分享自己嘅保养心得啊！係好開心啊，因為今次女女同埋老公嘅參與都好多，係啊，即係我哋都出乎意料之外咧。其實我哋叫啊女女做戲咧，啊佢又做到喎，係啦，仲要係有陣時係兩剔就搞掂喎，咁所以我哋都好開心，咁拍攝都好順利。一家人有得一齊做嘢嘅機會暫時唔係好多，係咯，係啦，點知日後有機會嘅，係啦，都會想係嘛，都會想㗎，係啊，喐下戲嗰啲得唔得？拍戲啊，咁可能佢唔係做我個女咯，係咪做我嘅女咧？係唔知咧，唔係如果有咁嘅機會都係可以試下。自己有咩養生或者 keep fit 嘅心得咧，可以 keep 到你咁靚啦？哇，多謝！真係啊！我諗食得健康啦，有營養啦，因為其實我自己係間唔時放縱，咁其實我好多時都係食得比較清淡啊，又或者飲好多水啊。